大王可不好了，孙悟空又在门口叫骂，让大王您出去受死呢。这孙悟空敢轻视于我，小的们先把猪八戒照旧绑起来。对对，赶紧给我绑起来。走，绑起来，走。查一下还有几件宝贝。还有三件，大王。哪三件？七星剑、芭蕉扇、玉净瓶。那瓶子不中用，原是叫人名字，人答应了就装。现在我兄弟把口诀交给了那个猴头，倒把自家兄弟给装进去了，不用，放在家里。把那宝扇与七星剑拿来。是。你这猴头，害我母亲，杀我手足兄弟，着实可恨。你这个妖怪，把我师父师弟吊在洞里，于心何忍？快把我师父他们放出来，再给点盘缠，饶你不死。猴头，还我兄弟命来！
我杀！